大家好，我是大雷，家里亲戚都过来了，打算玩我们这儿那个小滑梯，滑雪那个，而且我邻居大爷还做了一些小旗儿，能插在雪道上，非常的帅气。你看这整的，这打的，多好！嗯呐，多干净啊！正好还挺直溜的呢。对呀、啊，这么长一个小杆儿，咔插个旗，摇旗呐喊。一号吧，滑雪道。看看，照照，来，你拿着，让他照照，看看。这啥架式的？对。林口林业局，你让我瞅，你让我瞅瞅啊。林口林业局西部岭一号坝，乐在雪中舞，笑语什么镇峡谷啊？对，哎，你写的，你写的。我还快写这玩意儿，还我厉害了。那谁写的呀？啊？谁写的这么有才？我哥。哦。是我姑姥爷吗？对。对啊，姑姥爷，哎呀，太有才了！他写老多词儿了，是吗？还有啊，有词儿我没往上整嘛，定金这个事儿对。对你定制呢，那属于。哦，这咱花钱去定的。对。对。这样式的整了20个，完了不带证的整了20个，就40个。那么多呢？那你听着呢，就玩儿呗，给小孩儿是不是？过节就是这嘛。你看这玩意儿我也买了，这个。这是50个，完了都带气球，我这都带那个，都全带字儿的，咱就是24年那个，全带24年的字儿。哦，新款。我那是结婚，我结婚时候的。结婚整的那个那是。都有现成的。便宜，这玩意儿整完了。那咱一人拿一个，整个节目这样。来点音乐。昨天咋不行啊？一起挥舞。摆那个什么玩意儿？摆大音响，啪来一歌张的。对，咱还有音响的，还可以跳舞呢。挺好。这么多个旗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对，太像样了，整的。整的太好了。哎，大娘，哎，有个小旗吧？哎呀，我这俩咱们穿点花面好看的。把小旗儿给插上，多好。完了，这多长距离？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俩人更快。对。咱俩再上去试一下。插上。我插这么深吗？多好！到了林口林业局。转圈了，那怎么？下雪了，不那么滑了。出了两遍就好了。啊，滑两遍就好了，挺自由这个速度，就是总转圈。不害怕啊。哎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妈，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坐，没事吧？没卡着啥的哈？没有。行，上去再滑一次吧，他俩给你挡住了。再滑两趟就滑了。哎呀，我老爷子快呀！柔柔的。带劲！这回远了。不是坐上那没人管呢。哎呀，我去，走吧，不来了。喂，完了，拔住啊！哎呀！这条 S 型滑道是大爷要后整的啊，这么弯弯曲曲的过来了。哎呦呀，哎呀呀呀呀，差点出去了。哎呀，换卡了。这真卡了，这回是真卡了，这真卡了，反弹一下都强烈。不是当时把他一上个坡顶就懵了。哎呀，海怕了，可能是给吓。你戴个手套啊，要多冷啊。给你个手套，没给他们小孩吧？看着挺好的，多冷啊！动手，来你戴会儿吧。戴会儿，我口罩。这个，那不叫雨。没事，我揣兜就行。快点给他们唠，挺好的。俺俩的卡都录上了吗？录上了，他录清楚，他录的近，我录的远。哎妈，他们送。可开心了，这家伙。哎呀，这回是不是行了？嗖嗖的。上了，上了，上了，上了。
上杠行吗？不是，你得上有个地方。好了吗？长野快说。哎，酸了，下去一个，抓不住了。哎呀，第二个。哎，都一个人走了呢。这都着急呢。嘿。嗯。倒着下来的。怎么样？不错吧？